姐妹，你跟桑岩合租会不会过得很惨啊？啊，刚才那顿饭就没见他笑过，跟有人欠他800万一样。他这是咋了？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吗？这不是挺正常的吗？啊，对了，温一凡，我得跟你道个歉啊。啊，之前我以为你们那套房子是每个租客分开签的，就其中一个人搬走，然后新租客直接搬进去就行，所以我才直接把钥匙给了桑岩。前阵子听那谁说吓到你了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给你赔个罪。那谁？就我前女友王琳琳。王琳琳？你前女友是凡凡之前合作那个同事？这么巧？那你把钥匙给桑岩时，知道另一个室友是一凡吗？这我哪能知道啊。这样啊，那还真是巧，没想到桑岩居然愿意跟人合租。哎，桑岩，你开这间酒吧挺赚钱的吧？不能。咱们来玩大话头子吧，输了喝酒或者抽真心话大冒险的惩罚卡，如何？好呀。我不会。玩几轮就会了。不过温一凡，你可得小心点，桑岩这狗很会玩这个的，你是他下家，怕是要输得很惨的。我先来哈。14-6。开。这才开始就开我。1-6，2-3，才10。苏浩安，喝酒。对，再来7-5。开。又说了，喝。8-6。开。哎，输了，喝。狗，脏狗，你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呀！看见自家酒都叫我喝了呗。我哪得罪你了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不开了，10-4吧。那我11-4。开。你凡输了，喝酒还是抽卡呀？抽卡吧。我看看哈，说出在场每个异性的一个优点。向往，细心，苏浩安，热情，桑岩，有钱。